嘿，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和我一起回到 Oblivion。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要稍微测试一下我新装的这个 Vampire Revolution 的 mode。对，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鲜血的力量有582。OK， 那我现在要在这边睡个3天3夜。看看会发生什么事。OK， 第一个晚上过去了，然后338，好吧，所以血量其实没有消耗的很快，不过来看一下我们的状态。OK， 现在 Zerg 多出了几个副作用。这个是 Blood Starvation， 损耗速度、敏捷、耐力、力量，然后还有消耗法力。好吧，再睡24小时试试看。Greetings, Guild Maid. OK， 那现在脸色变得非常非常的苍白。哇，吼吼吼 ！Oh my god! Blood starvation， 这是怎么回事？好吧，我们现在还剩多少血？104。OK，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动。女人，你在搞什么鬼？Oh no， 我还是不能动。好吧，没关系。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这个 mod 可以让我自己设置一次吸血。不是这个。对，这可以让我自己调整一次吸血的量。OK。对，这个 Bite Blood 150。我记得预设是500啦，对啊，那我觉得500太多了，所以我把它降到150，这样我们才可以吸比较多次血，找比较多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现在血量102的话，我们大概还需要吸4次血才够。对啊，好吧 ，OK， 从你开始。来确认一下 ，OK， 然后我总算可以动了，然后再来还有谁嘞？不过这样看起来，12个最多只能不吃不喝2天。对啊，
不然以这个速率再进行下去，我觉得我非常有可能会挂掉。OK， 马丁还站在那里。OK， 530还不太够，还需要一点。OK， 哈哈哈哈，真的假的 ？Vidia 把你的床给占走了。对啊，这是 Vidia。对，算你衰，兄弟。好吧，不过这样我也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吸血了。让我们出去看看好了。OK， 还有哪些人是我们的下手目标？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教堂觅食。这个 MOB 的理论上有一个设定是叫做Holy Damage， 就是我吸血鬼没有办法靠近任何这种被神所眷顾的地方。对啊，我们只要一靠近就会开始受到伤害。不过我之前在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没有特别在损血啊。对啊，我没有损血啊，非常非常的诡异。OK， 你是谁啊？为什么你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可疑？Let's do business. Oh my god， 你卖大蒜 ？OK， 不要靠近我。对，这 mod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大蒜变成真的可以克制吸血鬼，只要你物品栏里面有大蒜，你就会受到大蒜带给你的副作用，而且还非常非常严重。OK，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受到 Holy Damage。哦，等一下 ，Holy Blood。哦，好吧，所以我不能吸这些圣职人员的鲜血，对我来讲没有效，是吗？676。OK， 刚刚没仔细看，再让我们试一个。OK，No。Holy blood, it doesn't feed me well. 没有，还是有算，只不过可能没这么有效。Good morning. OK， 对，你好。好吧，看来他是完全没有起疑心。对啊。他这个牧师做的还真是失败，他居然没有办法一眼认出吸血鬼。Hi there.
Morning. Good morning. Is this... 好吧，那我们的小小实验到这里可以先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要负重过多，为什么？损耗力量哦，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被阳光削弱啊，好吧，OK。让我们回去找 Billia 还有驴子，因为我还需要在这里做一点买卖。OK， 驴子咧？我叫他在这边休息，他居然给我到处乱跑。哎，米利亚，该起来喽！现在几点了？其实还早哎。好吧，那继续睡。嘿 ，I suggest you make your way to the Imperial City. Can't make money by standing here. 对对对，我知道。我想看你有卖什么，你没有卖东西，好吧。Bring my salutations to Giuliani. Safe journey to you. 那你嘞？哦，交谈，对。Nice to meet you. 真的假的？我记得你之前有。Send Rosentia my regards.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吗？有可能，好吧。现在嘞 ？Hello, associate. OK, 驴子。Oh, there you are. Where have you been? Nice to meet you. 你有没有卖一些炼金的器材？因为我之前偷来的被没收了。你有卖盐波，但是我需要的不是盐波。好吧。Send Rosentia my regards. Oh, there you are. Where have you been? And 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were going away? 我哪里也没去啊！你在说什么？你是睡迷糊了还是怎样 ？Let's go. Sure. 好吧。话说，我们好像还没有逛过这里的书店哦。它还没有开，真的假的？OK， 不好意思，按错，对。驴子，听话，不要把人家的书店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也不要去吃人家的商品，谢谢。OK。Hello。Yeah, buy a goddamn book. It's a bookstore, ain't it? Don't just go peeking at them. Buy one. I'm Buga Grabol, and I say you better buy a goddamn book right away, damn it. 天哪！OK， 你是我看过最有趣的书商了。好吧，来看一下你卖什么。I offer the finest goods and lowest prices in all Cyrodiil. 你有 Vidia 要我帮他买的那本书吗？
好像没有。哼，不过你倒是有一本好色的亚戎人女仆。OK， 这样我怎么可以错过嘞 ？An excellent deal。好吧。Tell your friends about me。当然，当然。Bye。拜拜。啊，你有卖炼金器具吗？没有。好吧，不过我倒是又有一批新的货可以拿来敲你一笔。Well met. Perhaps you need new armor, a weapon.I have a large selection of board. 八十，好吧，应该没有变才对。frost damaged. 好吧，这个其实我可以自己留下来用。OK， another satisfied customer。的确，我还蛮满意的。Take care。好吧，然后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All right。OK， 这个你应该不需要了。Yes? Talk later. Okay.然后，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对，这里还有一家杂货店。Hello. Yes. Come on, 我需要炼金的器材。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你也没有卖啊？好吧，那就让我把。这些没用的护符还有项链卖给你。其实我是可以自己留着，等到有人出更好的价钱再卖给他们。不过，对啊，我懒得留这么久。好吧。A pleasure. Goodbye.那你嘞 ？What do you want? Only quality goods for sale her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你也没有卖。Lewin 是不是没有药草店啊？对啊。
来看一下地图，我们还有哪里没去过的？我们好像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去过了。对啊。OK， 让我们对，让我们回去找那个 Mazoga。对，我们现在可以去继续帮他进行他那个伟大的任务。对，他在城堡里面。Morning， greetings， or Hello， 你是谁 ？Zavi。Count's mage and castle healer, your servant. Oh, 你有卖？哦，你没有卖，好吧。不过我可以问你治疗吸血鬼疾病的事，但是我要付你1000枚金币。神经病。You too. 我也一样。OK, Mazoga. If you're ready to go get Black Brugo, I'm ready to follow you. 很好，来吧。Let's go. 来看一下，他在哪里？好吧，没有很远呢，其实。哦，等一下，我们上一次去的那个洞穴原来是叫做阿莫兰陵墓。好啊 ，OK。Vidia。I'm thinking of changing my hairstyle. Do you think it would look good if I cut it short? 你知道什么发型最好看吗 ？Mazoga 的发型。对。Do you really mean that? All right, I might give it a try then.I just have to think it over a little longer. 对，穿上你的盔甲。Yes. All right. 天哪，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大团队嘞。对啊，如果再加上马丁的话。No one has anything to say. Hello there. 好吧，那让我们也顺便把这个任务也一起解决好了。对啊，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们上上集吧。不小心闯进去的那个洞穴，好像其实就是这个深渊洞穴。Here's the staff. As soon as you leave, the scamps will thankfully follow. Do be careful. I don't wish your death on my hands as well. 好吧。Dark Fathom Cave isn't that far from here. 对对对。Oh no. I should have guessed that you just couldn't resist this silly mission. I don't want to travel Cyrodiil together with a bunch of scams.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Vidia，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们通通给摆脱掉了。对啊，虽然我的确是有想过要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贴身仆从。
吼，我们现在越来越像一支军队了。OK。就在这里。Guess what? I found one of the ingredients I was looking for. Isn't that great? 大概我到达了黑渊洞穴，我得进去深入调查。其实没什么好调查的，我们上一次就来过了。OK, seriously. 大伙们让开。哦，真的假的？啊。Come on, show me how brave you are. You will be.Brave you are! I feel sorry for the Necromancers who see you, especially since they have rubbish on. Oh!OK, 他们人有点多。OK, 有点惊险。哦，等一下，这是跟着我们的哦，好吧，我误会了。好吧，对，继续前进。等一下，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有这家伙吗？说实在的，我不记得了。OK, 我到达了西奥格拉斯的神殿，我要在附近找到放这根法杖的祭坛。OK. What? You don't scare me. OK, 各位干扰。缠身邋遢鬼法杖，其实法杖看起来蛮酷的，非常可惜，他居然就只能凹。对啊，就只能被我们留在这里。我把这棒子放回了西奥格拉斯神殿的祭坛。拉拉鬼看起来很喜欢他们的新家，最好是他们不要再来烦我了。我要把这个消息带给罗斯蒂亚。OK. Thank none that we finally got rid of that cursed stuff. I don't ever want to see a scan again. 让我们把它放好。OK, 好吧，各位，珍重再见喽。OK, let's go.
want right now is to get indoor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at a nasty rain. Okay, Vilia, 不要再抱怨了。我知道你很讨厌雨，我也是，只不过我讨厌的理由跟你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因为下雨会影响到我的那个游戏顺畅度。不过这倒是提醒我一件事，我居然忘记戴兜帽。OK，我们要找的人应该就在这附近了，理论上。在那个方向还有多远啊？好吧，OK， 他在这个废墟里面吗？有可能，这看起来像是强盗的营地，没错。哈，我发生什么事了 ？What？OK， 驴子，不要激动。马周嘎，到底怎么了？哼，在上面吗？没有啊，没看到。啊，你知道吗？让我们直接进去好了。哎，我们的驴子居然没有跟进来啊！好吧，算了，管他的。OK， 但是敌人却跟进来了。OK， sorry Vida。 OK， 驴子在这里等。 You leave my friend alone, you bastard。OK， 你这到底是什么啊？对啊，你这护甲有什么特殊的附魔是不是啊？可是我上次看的时候好像没有发现啊。哼，非常非常神奇。OK， Black Bow， 带着，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像可以，因为我记得收集这些弓好像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报酬。对啊。Have you ever met Ura？ 其实以角色扮演的立场来讲，四儿哥应该不知道这件事。不过，对我懒得。再回来跑一趟，所以让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些黑弓捡起来。
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啊，现在不是时候。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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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Mazoga表示他很想听。I told you before that I ended up in Skingrad, and that the lady I worked for died. I managed to get a new work as an assistant to Falanu at All Things Alchemical in Skingrad. Alas, this didn't turn out well. Falanu disliked me from start, and then she accused me of some ugly things. I was really unhappy. It was a relief when she fired me.I started to work in the wine production. It was quite fun, especially smashing the grapes with my bare feet. But me and some other workers also enjoyed trying out the new wines. Let's just say that our employer didn't particularly like that. The surroundings of Skingrass are quite lovely, don't you think so? I could spend hours just wandering around collecting ingredients.You do know that the flax seeds are quite useful, don't you? One can make really good potions of feather from them. With potions of feather, one can easily carry quite a lot of extra weight. Oh, I got a potion here, by the way. It's for you. Try it. OK, 谢谢。对，那个药材的确是蛮有用的。不过，我通常是喜欢它的另外一个疗效，就是回魔。啊。OK， 对，我刚刚是想叫你们这边先等一下。I'm with you, friend. 对，在这里等着。You're the boss. 对，我是老大。对，关于这家伙，你还有什么情报可以先提供给我的吗？譬如他长什么样子 ？Expect Brugo and his boys in Telepi after midnight. 什么？他在午夜之后？可是现在不是午夜之后，不知道，管他的。对，我是想试试看，我可不可以偷袭那些家伙。哦，等一下，这里居然还有精灵魔法石，呵呵，赚到了。OK， 又太暗了。好吧，所以他们现在不在就对了。我们来得太早。OK， 这可以干什么？不知道。通，为什么他刚自己动一下？Okay, shit，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真的得尽快搞到开锁的咒语，尤其是困难跟普通的。只不过我一直好像没有找到有人有卖。Nice。OK， 他们现在真的不在。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试着在里面埋伏他们，等他们回来。不过我们可能得先把尸体藏起来，不然他们马上就知道
出事了。Then see a dead god in the road. It's upsetting. 好吧，藏在边边，他们比较不会发现。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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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门口直接伏击他们好了。OK, 对。Can I help you in? 对 ,let's go. Sure. I'm with you, friend. I'm ready when you are. 很好。Take care. OK, 又负重过多，真的假的？为什么？OK. Maybe we should repair our armor. 在这里等。然后，让我们暂时在这里等到午夜。Nice, 雨停了，很好。OK, 驴子为什么不见了？OK, 你们先在外面等着，对，我先进去里面稍微侦查一下。OK, 他们貌似回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居然没有发现我们，这也太扯了吧！我们就站在他的营地正中央等着他们回来，好吧？OK, 让我试试看可不可以偷袭他们，然后吸取他们的鲜血。Hello, who's there? You there? Stop where you are. OK, 没成功，没成功。OK, 不要跑。咬他。Oh, shit.OK, 让我们再试一次，对。这一次他们都走远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到任何异状。看来我尸体藏得还不错。不过有可能是他们太笨了啦，对啊。What's that? Where are you?
Damn, I've lost them.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 guess. Just my eyes playing tricks on me. Damn, rats always skirting around Hello? In the shadows. Who's there? Making me jumpy. 他们在玩排排站，是不是啊？ Huh? Where did you go? Come out where I can see you. 才不要嘞！ Damn, I've lost them. Oh shit! OK, 快跑！ 哈哈 ，OK， 大火门。 OK， 事情突然急转直下。 Oh my god！ 然后马周改也阵亡了。 OK， 小姐们，对，计划改变。 啊，你到底是想跟我聊几次？现在真的不是时候。就连马周改也快受不了了。I'm with you, friend. We kill Black. 对，小姐们，跟我来吧。既然我没有办法偷袭他们，那就干脆一点，直接杀进去。OK， 首先。 我需要 defend。 After all, we all know the risk. 然后再来。OK。 杀吧！ 啊，为什么？哇！为什么大家都冲着我来？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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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我卡住了。啊！ 这是你们逼我的。Oh my god！OK， 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死这么惨了。好吧，他们看来真的不是盖的。Well, I do prefer bandits to vampires and undeads. And there's usually some good loot at places like this. Ow. You leave him alone! Okay. I need灵魂石。 Oh, nice. Let's get this over. Okay, 干掉他。 Oh, oh my god. 大王们，都还好吗？
OK， 这是什么 ？Wizard Helmet 45 Magica， 哦 ，Nice， 哦，这是兽人重甲 ，Nice， 是我的了。然后布莱克布鲁格的钥匙，好吧，不知道可以打开什么。OK， 让我们来看一下。No， 我现在没办法穿。果然，我的重甲技能好像还不太够。我记得应该是要25吧，至少，就差那么一点点。